基隆一带有许多天然的海石洞，在日据时代时，这些海石洞被当成防空洞使用，而其中一个洞穴因风化形成的石壁仿佛如来佛掌印，所以取名为佛手洞。是不是很想一窥佛手洞的奥秘呢？让我们跟着罐罐星星一起去冒险吧。大家好，我们今天要来逛的是仙洞岩。我们要爬山 ，Let's go。这是一个运动的地方吗？体验妈咪的极限运动。入室，请戴口罩。好 ，Let's go。从四的这里进来，这里面一进来就是香的味道。我觉得是哎、欸，哇，这里感觉要穿古装来拍哎、欸，这里好像有家人在里面那种感觉。哎、欸，迷路了，迷路的，是来找山洞的吗？太快了吧！迷路中，迷路了，山洞的结束，山洞的行程变成基隆夜市开箱，没电了。哇，这个路口过来，原来进来的时候这边仙洞海外洞天，对，这里有个大路，仙洞外海，这里仙洞之后，好，我们去，我们找到路了，这里有边，来跟我来，好，跟你来，好好，左边啊，在左边啊，那你们这边稍微记一下这个路，不是，因为这个路看起来不像路，哎、欸，这排挤胖子是不是？这些胖子们有没有上来哦？胖子觉得被遗弃的感觉，确定是走这边吗？哎呦喂呀、啊！小孩太小了，我觉得走别的。哎、欸，这路是怎样啊？哎、欸，这太高也不能来哎、欸。啊，完了，胖子过不去啊！啊，你们很轻松、欸。哎，开玩笑是不是？蹲着走。完了。你又不会等下就跑。啊！一二，不是，我是那个，是叫什么？半蹲很难走路，加上裙子很长。哎呀。我的妈耶！快到了！你们怎么可以直直的？我的妈耶！你怎么太小了？这里不适合小孩。要命啊！大人一点都不适合。哦。进去了。这个进去吗？对啊。好像有个那个。里面没东西。看看这里有武功秘技吗？这里有字，这叫什么？这里也有坐穴修灵。这里感觉有小龙女。小龙女，他这边写说，不可以打坐。他们居然拿着饮料悠悠哉哉的。那我们现在要回程了。很扯。有人说回程比较难。哎呦，好害怕哦，裙子都擦腻了，这里要穿裤子来哦。哇，你们真的很轻松哎！救命啊！这个还是要蹲啊，还是要蹲。妹就不用了。妹真的很轻松哎。我还是要蹲。啊，好紧张！哎、欸，你们走太快了啦！走太快了。哪有？那你们太难了。这我们太难了，要等一下妈咪啊，她已经没有声音了。过来啦，他已经没有声音了。我们走了，谢谢，我先到里面。好，我们走到了，跟妈咪加油，快点加油加油，我的手冰吗？很冰耶，
爸爸一直说刚刚那里有佛手洞，佛手洞在这啦。一个化妆室这里，很小的告示牌，他说只要走三分钟。这里考，这里要考体重吗？刚那里是七，哦不行，不行上去。他说这里很危险，要看佛手洞的话，要从仁安街。这边的那个地板都有这个佛手洞的图案，被你踩在脚底。要从仁安街这边进去。哎，这里，这里有卖小点心呢。我要赶快去那个。帮你这里拍得到吗？这里，哇，很小的一个那个。拍得到。突然觉得这个巷子很大。我刚刚的那个吗？经过刚刚那个窗口看。对啊，其实这里也很小。这可能因为那个太小了。这摩托车也可能进不来吧。哇塞，这房子太酷了。哎，啊，猫猫。准备好了没？我们要出发了。还没，好可怕、啊。应该不会有那种海洞。这边是山洞。对啊。有回音哎、欸。我要第三个。我都记得、啊。真的有回音哎、欸。啊，我又是这种的吗？嗯哼。他说那个胶啊，那个胶。还是你要学？我要拍你可爱的背啊。哎，这里就是很漂亮哎，这里比较舒服的，大的，很大很，好宽敞哦。这里就比较人性一点，密道，密道好小哦。没有招牌。没有招牌了，招牌，招牌，招牌雾雾的，被擦成这样。对对对。哇塞，这里有恐龙。这好适合恐龙哎，恐龙的山洞感觉。这里是对的还是错的？先动笔的，请勿在山洞。谁那么大胆在这里刻字，不怕垮下来哦？哎，一定就是那个老板。管钱啦！不是哎，那些大皮蛋。台东。爸爸。看一下嘛，不然一下就忘了。谁？哪一个台中人？哪一个台中的朋友 ？Sophia， Sophia 那边。这边也有。没有字，是不是？他不要这样。这边也有。这是老板哥的。不要在这里。这边也有。不要在这里留言，各位。哎，好可怕、哦！前面好可怕哦。前面就是弱。太弱了吧？啊，可能是不是这个？找到了，好像是哎、欸，佛手，佛手印，有没有一只手？这个，对，这个手，好像有哎、欸，谁的手啊？说是神仙的手，看得出来吗？是这个，嗯，微微的啦，他本人也没有很明显啊。哎，这里呢，这里比较像，对啊，这里比较像，那大家可以来现场看，好可怕哦，好像一个。还有一个人要讲讲，对吧？他应该是说他这里是佛盖的山洞，难怪那么多吧。哎，这是可以拍杂志的那种地方。对，你要拍一个杂志。美女的。我怕有拍一张我就走。拍一张很美的那一种美女，是可以穿婚纱来拍的那种，很有那种天然的。刚拍我了。天然的美。所以，妈妈。这个可能手不要晃了，好不？你是要，你没有没有别的姿势吗？哦，好皮哦！人家叫你不要走那，我会走那。你才不要走那，把命再偷走那。好好好。不要踩我。好好好，那我们走。那我们不要理他。人家路线就是这，那边乱走。等一下，我们还要派直升机去救你。对。哎、欸，有爸爸声音哎！啊，他冲出来了。这里可以走出去吗？谁说可以这样乱走的？啊？爸爸，爸爸，大家来看看。好玩吗？不错啊。这边有一个路。我们现在要去仙人乐园。哦，仙人乐园。仙人乐园。
2、3、4、5、6、7。妈咪膝盖不好，所以我们自己来。2、3、4、5。数数看有几个阶梯，是不是？1000了，好，加油加油！居然还有，你走两个路，2900，2900，这2900的阶梯，我的妈呀！290，刚不2000啊？290了。上来是一个庙，我已经要没电了。你要没电了？没电就要爆了，我也是。好啊，那我要爆你们两个。我们现在来庙的旁边有一个可以看到很宽广的地方。只是可以看到很多货柜，蛮特别的风景，不想看啊，那我们要走了。